新款睡衣又到了，媳妇儿的两个款，还有这个闺女一款，真漂亮，闺女穿也特别漂亮。我跟你说，她这是有点休闲运动款，其实这出去穿什么都行。然后我这个我觉得也特别好看，这个领儿我觉得特别好看啊。是。然后袖子你看啊，它整体来讲，它这个搭配，然后身是纯棉的，搭配一小蕾丝，然后我就感觉，你看，特别时尚。感觉特别时尚洋气啊。嗯。这个，我觉得就是这个衣服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管什么大年龄，多大年龄你穿，对，你是年轻点儿，你是有点年龄的，我觉得穿上都挺好。我觉得他们家的款式新颖，然后种类繁多。就是可选择性特别的多啊，跨度从这个十几岁一直到七十岁左近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适合各种年龄段啊，而且它这个不起球、不掉色、不变形啊，不缩水啊，对，不缩水。然后就是穿着特别舒适，薄厚适中。嗯，就这种睡衣，你特厚了，对，太挺也不行，也不舒适。它太薄了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就跟那质量次，那就不行。所以说它这个薄厚还特别适中，近距离你们看看，对，然后它那花小玫瑰花的，我觉得，反正我个人觉得一百棉的啊，嗯，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啊。然后是七天无理由，我们全家穿的都是这个，都在穿牌子的衣服，然后就是，有咱粉丝说了，咱们上回不是分享过一次吗？嗯，说已经到货了，说拽哥同款，驴打滚的同款，质量超棒，真没想到。我跟你说，我对这种东西。包括拽哥，我们全家要求还是挺高的，说句实话，是不是说拿过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能穿，嗯，真的得是质量和款式都好，我才喜欢的，是吧？大家如果有喜欢的啊，赶紧去拍。然后现在是入冬了，千万不要着凉啊，然后把睡衣穿起来啊，不能有说又露着什么的，是吧？不好。没错，有那个带那什么的，带领子的什么的，也可以有加厚款的，是吧？对，在一些什么河南啊、山东，就是南方那边，还有东北的特别冷的地方。现在瞅瞅你自己，还人家。我已经穿厚的。你瞅你自己，拽哥没事了，爱在电脑桌那儿待着，看看片儿啊，什么看看新闻啥的，他就容易凉。对对对。天天晚上、早上，人家就开始早就已经穿上注重保暖了。是，大家看看睡衣怎么样，闺女穿的好不好看？我们还有好多件陆续在出呢。闺女转一下，对，我媳妇儿每年啊，就是基本上拍得十多件、二十件。对对对，我特别喜欢睡衣，我不知道大家啊。对。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从来的习惯就是进家就是换睡衣，换睡衣，所以说就觉得特别喜欢。不过这个你看出门洗澡也方便，是吧？去泡温泉。你出去这不也很天气吗？然后在家穿，接孩子穿点厚的都行。对呀、啊，你比如说我们，包括我们平常，比如说我们拍视频，那我就穿这个，一点也不觉得让你觉得是吧？对，挺丑的，不尴尬，不会有那种感觉，对对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现在我拍了，我昨天拍了好几件，然后就在路上啊，等来了，一人两件，没几件，大家再分享。你想四个人一分没了，人多，主要是人多，对对对，人多是这么个道理啊。但是呢啊，就是我觉得拍的可不少，然后我就。等来的时候，来，闺女给我拍一下我和你妈妈。哎，嫂子，咱俩这个不搭你那厚的。没事，都挺搭的。这个款式什么的都是挺搭的。对。显然我这衣服穿上，我感觉特别像贵妇，就是那种显得特别有档次那种感觉。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就是说设计的啊不 low， 然后穿着特别时尚啊，而且不显得那么肥大啊，不显得那么臃肿，特别随意和帅气。还可以看着，真是！你看这个，你出去，你比如说吧，你洗澡，你穿上这个，穿着鞋出去，你一点也不觉得这个东西。对对对，强烈推荐啊，各种那个款式的睡衣啊，对，薄厚男女款全都有，适合年轻人、中老年全可以啊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